疫情维持三级警戒，体现的健身经验，除了继续恢复管制度的次案救护警外，还有三忙来做防疫工作。他讲研究看到健身经验真蛮辛苦，突然有一件传谈的业者就前面职工打造来做爱心环保，爱上班也要按辛苦的健身经验，希望来表示老百姓对伊有一感车呗。中埔前行至桂五南洲门畔，台底辛苦的经销动手买张个雪，千里为唔至少嘛工业之故，钓上空中盘菜。餐厅业者讲，里边的盘包、饲料、盘菜量较多，佮就供应感谢的心意的内底。有心做了事情哈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啊，你还有一点时间啊，就是天数做了事情。在第一线帮为我们守护疫情的警消医护人员都非常的辛苦，为我们付出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比较微薄的心意。孙泽讲，三级警告了后，基层的警消投入大片的防疫工作，工作量真大，让出营业者的松散，同仁嘛感觉真温暖。这个爱心团体对我们的帮助很大，那也谢谢他们体恤我们的辛劳。业者讲，餐厅拢支持防疫工作，佮上了日的餐时间，千几分心力，超过连续三年的送餐父母，佮经销表示感谢和关心之意，感谢新闻台湾达特曼报道。